那个冬奥呢，我们还是觉得也不是很远，这电视里面、手机里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啊，虽然说不是现场，不能够现场来观看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的，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盛事嘛，所以我们觉得虽然有一点遗憾，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结束的。